为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年，2011台湾美食展今年特地将百年来台湾特有的饮食文化与精神，透过展示、解说、品尝、体验等方式，呈现出台湾包容、多元、有人情味的缤纷面向。此次展览汇集了台湾各地美食，不管是美味大菜还是道地小吃，这里都应有尽有。而近年来，许多店家融入了创新与传承的创意元素，将市井小吃变身成为国宴餐点，其中国内超人气的豪华霸丸就是一个好例子。而此次展览原住民料理也大受欢迎，让每位参观民众忍不住驻足停留。不仅如此，展区里还规划有台湾世纪美食特区，搜罗全球知名人气美食与台湾各地最夯小吃，让每一位观众尽享好康，大呼过瘾。此次展览成功将台湾美食文化的软实力发扬至全世界，透过不同主题的展览，网罗全台湾的特色，结合各风景区的旅游行程，相信在未来，台湾美食必将成为跨上国际舞台的重要指标。